恩尼八八演唱会现在开始。 这首歌也是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。当年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根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明又话今天呢？你明不明啊？你明？是不是真的？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？就是如果没有昨日的明又话今天，可能就没有了今日的演唱会。 咁聽日就冇咗好多嘅話題，咁你哋就冇咗好多嘅話題可以講。咁為著俾你哋有更多嘅話題，明日可以話著今天。